山阴海岸，就是从三朝温泉乡要迁往白兔神社的路吧。那山阴这里是盛产螃蟹、松叶蟹的地方，应该说整个靠日本海都是啊，从福井县啊、金泽啊，然后越前蟹啊，这什么山阴啊，都是非常，就是蛮多那种螃蟹料理。你要去18公里。